好了，老样子，先来试用一下我们的软梅庸与神的冠冕。哎、欸，这是心理医生嘛？到时候好像会送一支心理医生啊，真理医生，讲错名字，真理医生。软梅，哎、欸，提高我方弱点，击破效率，好像是进哪队都行啊，专门拿来破那个的。哎呦，大姐姐，我喜欢你，你腿好漂亮啊！她腰间上有一朵花、欸，哎，很可爱、欸。他弹琵琶、欸，哎，他的技能好帅啊，名字好帅啊。抚琴舞裸秧，是琴抚罗妹。来试试看吧，老色狗。软梅看他打魔女宇宙的用法，秘技开场进去直接秒光，OK 作弊。看一下。哦，身体 buff。阿砰阿砰，OK。好像不用一直开、欸，它下面有这个痘痘，可以看几回合，OK。超级辅助脚，抽了吧。好了，我们要抽个一加一怎么样？林哥说我们可以抽个一加一，那我们就来抽个一加一。好了，那就。能不能成功吃到软饭？来吧，两分钟。不是林哥，你直接一上来就25万哎、欸，一劈头就是25万。好啦，该抽啦，抽一加一的话，我要抽两只哎。还是这边退盘，我改投粉红帮。主播献祭完之后我就稳了，不要紧张，林哥。来，准备数钱，实抽。下，来了，80抽。来，软梅，先来一只压压惊。软梅，姜子中琵琶也有花，它也有白大腿，也大大的，巴巴的，他给我80抽才出来，我再开一盘啊！我先把第一只抽出来啊！我再开一盘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一盘是赌第二盘的，刚好两分钟。怎么啦？林哥怎么啦？林哥，我们等一下一起算。OK， 我们再开的这一盘是下一个那个的、喔。我先把这个抽完，十抽20抽。哎、欸，快点出好不好？快点30。好了，大宝人呐、啊，雪衣都快抽到那个了，来吧，第二张，十抽，踩一个好不好啊？20抽，很久没看到踩啦，来80，为什么都这么深呐、啊？到底要去哪？Nice， 三张怎么说？再一张，没有。看主播抽成这样，我是不是要先急流勇退？不用，林哥，看我抽成这样，你应该要开心吧？要不要等等你的会那个，对不对？抽你的一定抽超好，来，尽忠顾我。欸、这张有哦，这张有哦，抽一张尽忠顾我会拿到两张软梅。这样算是买一送一吗？这样算是另外一种的买一送一吗？来，抽一张，会不会歪？开盘，我只能说啊，光追75%不可能的，你们别担心哦，是不可能歪的。来，一张光追，开抽，十抽走起，踩一个，那我提前看一个踩会死是不是啊？20。70这样，潜水员千主播，那我啊，游戏好无聊哦，这游戏真的好无聊哦。
哎、欸，哈哈，到底在玩啥？又白又大，哎、欸，它的那个就是你们看得到我滑鼠吗？这个珍珠好看，手势很好看。大620抽，我们进步10抽，2分钟走起。怀念景延池，怀念任池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来10抽，踩一个50，好、哦、出了，来一下，来个好料的。软梅，漂亮，50抽1只，漂亮，真会抽啊，阿谦，50抽1只，好啊，好的开始，来60，大家晚安，70，120，踩了吧，踩了吧，088嘞，来130，双蛋黄，软梅。130，双蛋黄，软莓2只，130，软一下，漂亮，130，来，双蛋黄，双蛋黄，来，软莓，双一下，双双双双双，软 ，Let's go， 抽的多好，再蛋。为什么没有双蛋黄？再来220，290，哎、欸，都已经要300抽了，差不多该来个酸了吧？无聊难看，能不能来个三蛋黄，增加一下这部影片的那个爆点啊？我们需要流量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这个东西，看一下啊，软莓没问题。再一档，再一档，为什么角色后面都接角色啊？都以为有机会出哎、欸，啊，294只，来300，酸，310，踩一个，哦哦，来了，310，双蛋黄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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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清楚了，来了。漂亮，哎、欸，还有8张的机会，我们的双蛋黄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哇，有了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机会三蛋黄？我跟你讲，说不定还有7张的机会，怎么样？我们再酸一个怎么样？再一个，再一张，哇！我们再开一张，再送给林哥一张，来，开一点点，好可惜，真的好可惜，我天，真的好可惜，我们310抽结束了，哇，怎么说，三蛋黄，感谢林哥做了77份订阅，哇，我自己都起鸡皮疙瘩，哎，怀念软饭。来吧，再来是那个光锥啦，5张，光锥要几抽？300抽，光锥100抽。好了，我们光锥开310抽，就是平均值啊，我们就开平均值的那个盘，好不好？真的就是10抽5金结束了，完美剧本。早知道就请你帮我抽了。哎、欸，从头到尾都有开放给大家代抽，是没有人要找我代抽啊。但这个我也不怪大家，毕竟这个运气好不好，我都很努力的把它累积下来了，直接一个大爆12、欸、走了，准备好了吗？走，10 20，欸，感谢你的订阅，30，好、哦、来了，
你越来越扯，每天出门都偷偷扶奶奶过马路，一定要的好不好？都扶都扶，谁要过马路我一定一律都扶。感谢你的订阅，来一张，漂亮。两张怎么样？两张也不错哦，两张好不好？110。嘿，感谢你的订阅。主播是不是专抽又白又大？那一定肯定的。来，漂亮！梁先生注意，第一张就出了，后面还有九张的机会。订阅好了，不要，我不要太贪，我不要太贪，两张就好，好不好？两张，我没有，好可惜。来，120，130，啊！命中过，200。因为我们直接按掉了，把它避出嘛，对不对？啊！哈！感谢你订阅，200又酸哎、欸，再一张好，我没按出来，好烂！感谢你订阅，现在讲话都要这样子哦、喔，现在讲话都要这样子哦、喔，要这么狠哦、喔！2023最怀念的一词，真的、欸。我圣诞黄又圣诞黄哎、欸，170，感谢你订阅，加一，浪费石头，我操，什么叫浪费石头？好了好了，结束了结束了，差一点以为多抽一张啊，那就尴尬啦，270加多少？310啊，订阅，加一，哇，我们不到600抽，满命满金搞定哎、欸。580抽6+5，主播预知了明年的运气，你们能不能说点好话、啊？都快过年了，你们的到底能不能说点好话？譬如说，哇，主播你真的太好，太会抽了，你真的太棒，你就是我的神之类的。那你预知了明年的运气，你的阳寿用尽了，你们整天都讲这种话，你们都不会觉得很过分吗？